来看一下这洞里面有个龙虾啊，我也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鳝鱼，这龙虾就在里面爬。我们先把龙虾抓出来啊。别浪浪跑。然后把这洞口打开，这边。好的，谢谢鱼吧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敢过去，我怕陷下去。哎呀，我跟他穿的一样的下水裤。是不是有个鳝鱼往里面吃了？这麻烦了，一会儿把鳝鱼让我吃跑了。后面冒水了是吧？哦，后面冒水了，屁股后面。半年我估计你们的。谢敏哥送的小心心。不着急啊，这就是不好挖。那我们把蘸点点啊，把蘸点点。好的，鱼吧，谢。看这边啊，这里有个洞，应该跑出去。谢谢你们的关注。哪？看看那外面那个洞，是连在一起的啊。谢谢你的关注，谢敏哥。磨到了啊！笑。哎呀，这个三个洞口的鳝鱼。来，喜欢获得老李双击直播更精彩。喜欢的老李点个赞，不喜欢的老李免费。是白鳖，是你学法。又是半年的货，不知道。那我要一只小心点啊，好的，小心点。是我的，我家是我透明哥。来，这鳝，你看这鳝鱼。好的，就跟你说，它不会直跑直道，跟你说，它是跑的 S 弯。我爱我家上面冰糖，哎，尾巴，谢谢你们送冰糖，感谢你们送的银花，看到尾巴了啊、哦，赶紧吃。
怎么还没反应呢？哎呦，是啊。咦，立马就这样嘛，刮到的。这个又是大火啊！太累了，他不愿意出来啊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扣了这么呢，看你还出不出来，不愿意出来还是要出来，跟你说。这条啊不怎么大，哎亮，喜欢户外的家人们双击加关注直播更精彩，每天都有段子一样户外精彩直播啊。